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Word 对阵 RC 的第二局下半场，他们真的是非常喜欢影视啊。但还是一样的，就这张地图，我觉得影视啊，主要它这个电不太好放。你们发现没有？上一局也是这样的，那到了楼梯，对吧？到了那种那个高低差的时候，这个电就很容易电不中。然后呢，这些大的建筑呢，一个拐弯口，对吧？七拐八绕的，这个电有的时候也飘不过去。我还是会看好穷者一点啊，我还是会看好穷者一点。当然，阿卡哥的这个影视呢，我们也见过他绝地翻盘的。看第一个人，这边上来第一个人好像是心理学家。心理学家的话，他这边得打三刀。虽然说他们的打法是收电，然后打针对，但抓个心理三刀花的时间也得很多啊。这边选择回头过来，回头过来的话是勘探员，勘探员这边没有飞轮，如果有个飞轮的话，我觉得勘探员可能能够有更好的牵制，这勘探员还是摸着电的。过来找昆虫，这昆虫不比勘探好抓的，我觉得可能勘探还会好抓一点的，这昆虫你还得电两下。而且这边呢，好像你给昆虫上了电，无论是红电还是蓝电，队友都能帮忙分摊，也就怎么地这个昆虫要吃三刀。闪现第一刀，哦，他这边的话直接是选择用闪现来开一刀，但是你不可能，你后续你还是要电上的，所以说这边的话还是三刀，反正三刀是肯定的，你不可能说这边平地再拿一个抽刀，对吧，把这个昆虫给抬了吧，这我不信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你一个影视平地能够把这个昆虫给搂了，你补个电，补个电怎么地，队友帮忙分摊。这样的话是两人分摊，也就是说昆虫这边会受到 0.9 的伤害，一刀没打中，这边的话虫继续，哎，定住了一刀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你还得打一刀，哎，怎么说，他这里的话应该是补个红电，补个红电的话可以把这个伤害分的最多，补一个红电，一刀再飞定住，操作方面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这个击倒呢2分20秒还是偏慢了一点。这里的话心理学应该移情，把佣兵状态补满，让佣兵来救人，后续的话我觉得这局的一个胜负点就在于勘探员的那一波，勘探员会不会来打，因为这个局求者其实前期牵制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密码机总量加起来的话也已经是超过三台了嘛，所以你说求者底位第一波救第二波打我觉得是可以的，甚至他们第一波救人我觉得都可以过来打架。目前来看勘探员没有什么动作啊，这边佣兵来保护一手。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边你要不要给这个昆虫补电呢，你补电这边队友勘探员来了收电想打一个针对，但是这边的话昆虫这个走位走得很好，好了来了，这一波昆虫没有被定住，我觉得穷者机会就很大了，我觉得穷者机会就很大了，这边的话昆虫佣兵身上有红电能够帮忙来分摊一波，那这边昆虫还要再打一刀才能倒，这一刀的猴年马月了，这勘探员你看，哎呦漂亮，这中场的勘探员一波吸昆虫拉到二楼，然后这边卡着你，对吧，二楼那个楼梯口等你，来小哥哥你来呀，哎，我就在这个楼梯口等你了，怎么办，你没什么办法，就你看这个点，你真的你手里面的电真的没什么太多的用，不过这波飞倒的挺漂亮，然后再一波电定住一刀，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一台，勘探员手里面待会儿还有磁铁，这边他再丢一波，这波磁铁丢的其实我觉得这磁铁可以留啊，这个磁铁因为等到队友倒地了，勘探员这波磁铁效果就比较一般了，这勘探员现在是一刀没，他身上没有电，影视这边闪现落地刀漂亮，完了出事情了，这个闪现落地刀被抓到了一个大机会点，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点，心理学家这边移情要给佣兵，佣兵这边救下来呢好像
也不一定能救下来，我这边补个电然后定住你行不行？哎，这个电没交好，不过无所谓，这边的话飞过来已经跳过来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将勘探员挂上，这波闪现落地刀打了个大机会点，因为这勘探员本身就是个一刀没的状态，他打得有点冒进，其实他可以等等佣兵一起过来的。当时这边昆虫才刚上挂，你跳下来也没什么用啊，这佣兵还要倒，定住吗？还行，人救下来了。人救下来的话，外面的心理一刀是不会倒的。这边飞定住，但是有个磁铁。这边机子暂时还不够，定住一刀，伤害分摊。这边的话再补，好，收电。这里你这个机子怎么亮？因为这刀但凡打在勘探员身上面，这心里得倒。这波勘探员我觉得机子得直接亮，这个机子得，哦，心里这边的电没了是吧？哦，这个电已经消掉了，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。定住，人往外打，密码机点亮，勘探员这边磁铁一吸，好的 nice， 人救下来。心理学家进柜子了，这波进柜子有点细呀、啊，我没看到，我刚刚小镜头这边可能我疏忽了，没留意到。我是在想，我记得刚好有电的，怎么突然间没电了？心里还有这么一手的吗？那好像求者这边还是有点机会的啊，因为现在这佣兵你一时半会还击倒不了，你还得给他补两个电，他这边电的 CD 还没好，前面还有个地窖，不过这个地窖应该走不了。一刀佣兵倒地，那边的话门开了，平局，哇，这个局平局有点可惜的。